我们最敬爱的杨启潜校长在10月8号凌晨2:08在加州的寓所离开了我们。10月22号早上在加州举行了他的告别式。我是音乐系张正杰，今天东吴大学的董事长、校长，我们的校友会理事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仁齐聚在安素堂，我们想表达对于杨校长的不舍，我们也希望透过追思来怀念我们最敬爱的杨校长。接下来透过照片、影片，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杨启潜校长。Thank you.
照片影片当中，我们感受到杨校长几乎就是跟动物大学画上了等号。在所有的照片里面，除了他的家人以外，所有的照片都是跟动物的同仁，都是跟动物的学生，跟动物的人事物在一起。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当年我们的综合大楼要破土，当时的杨校长心是多么的担心所有的一切。我想除了杨校长在担任驻美的文化参事那段时间之外，杨校长都是属于动物大学的。杨校长曾经担任桉树堂的执事多年，非常关心也参与学校的团契活动。现任的校牧室主任黄宽裕牧师是动物大学化学系的系友，也是杨校长在校长任期里面培养出来的非常优秀的子弟兵。接下来让我们邀请黄宽裕牧师为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的心，让我们聚集在动物桉树堂，过去我们杨前校长他主日礼拜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怀念他。我们感谢天父，直到今日你透过动物大学为这世代孕育了许多人才，你也兴起许多优秀的校长，他们是全心全力毫无保留的服务学校，让动物不断的成长。我们特别看到杨其前校长将他一生最精华最好的年日毫无保留的奉献了给动物大学，我们看见他的高瞻远瞩，我们看见他的圆融开明，我们看见他对教职员学生的爱心跟宽容，他实在留下美好的榜样。如今他也习了他世上劳苦，就如圣经所说的，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该守的道也守住了，他习了劳苦，已经有天上的冠冕为他存留。我们在此聚集，求主去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能够看见杨前校长透过杨前校长给我们东吴的奇异的恩典，那我们可以像杨前校长一样，荣耀归给神，恩典分给他周遭的人。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这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奇异恩典，来归荣耀给神，也来怀念我们的杨校长。Yeah.
我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跟杨校长一起聊天，每次聊天的话题永远都是东吴大学。这几年来透过通电话跟杨校长谈话的时候，话题还是离不开东吴大学。接下来那我们邀请王维勇老师，他是我们中英系的系友，也是杨校长担任校长任内的总务长及主任秘书。杨校长的生平也是由他撰写的，王维勇老师。杨师母，校长家属，董事长，校长，在座各位的贵宾同仁，我们的同仁们，我今天分派要来介绍杨校长的生平事略。我想从三个面向来看我们这位大家长。首先我要说的是，杨校长是一位具有历史眼光的校长。各位手上都有追思手册，其中有一篇坎坷的复校路程。各位，这是杨校长卸任校长十年，年届75岁，已经移居美国，然后还心系东吴，为我们将史料的文献用带有感情的笔写下了东吴辛苦的创校过程。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史传文学的经典之作，可以让世世代代的东吴的后辈们都有见贤思齐的凭借。而杨校长这一生也为自己写了一个美好的历史。各位知道，杨校长是28岁进大学读书，4年之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预官做完该做的任何一个步骤都很务实的走过。因为是第一名毕业，学校就聘回母校来服务，担任校长秘书、英文系的助教，而后到美国取得了语言学的学位，再回来奉献我们东吴，从外语中心的主任、英文系的主任、文学院的院长、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一路走来，一个脚印都让我们感受到他的风范。在这期间，他在外文系主任的时候，曾经率了中华民国国剧团2个暑假的时间跑遍了30几州，让外国人了解了我们的中华文化。当然在教务长期间，因为国家的征召，他也出任了美国，我们驻美国的大使馆的文化参事。回头看看，用文化教育来报国，这就是书生的典范。而且杨校长是我们在校在台复校第一位担任校长的我们文学院出身的校友，所以我说他也为自己写下了精彩的历史。各位，一个有历史眼光的人当然就会有使命感。杨校长担任校长的时候，各位，在城区部、校本部所有的发展都面临着空间局促的瓶颈。杨校长先是在城区部买下了800多坪的校地，让我们日夜兼部的学生在那个场域有活动体育的空间，突破了我们要到处向人家借体育场上体育课的窘境。同时他也买下了3、4大楼，让我们的推广教育能够从此发扬。各位，也就在这个时候，东吴开始有了盈余，可以每年的预算我们有了盈余来回头改善我们的软硬体设施。在校本部，我们原来的活动中心就在我们安书堂的隔壁，在一个15000人规模的一个学校，显得老旧，空间也不足。从74年开始，杨校长担任校长的时候，历经了几年向我们董事会报告
必须改建这栋大楼。这栋大楼总共是4亿8千万。今天坐落在我们的旁边的这栋综合大楼，可以让我们学生、老师们活动、上课、学习，发挥了极大的功能。所以在非常关键、东吴需要发展的阶段，杨校长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这就是他的使命感。买地这个事情非常不容易，各位知道，城区部是各界垂涎之地，天时地利没有人和，你是没办法夺下这颗土地。杨校长运用他的行政智慧，帮我们创造了发展的契机。第三个我要说的是，杨校长非常有亲和力。我想在座有很多是杨校长时代的同仁，在行政伦理上我们是长官部署的关系，但是我们从没有感受到杨校长给我们长官的压迫感，反而是满满的亲和力。常常杨校长邀请我们到他的校长公馆，也就是图书馆对面现在的教学大楼，由我们杨师母亲自下厨，慰劳我们的辛苦。逢中国的过年、外国的过年，住在我们宿舍区的同仁，尤其是单身的老师，他也会邀请到他的公馆，因为他知道一夜相心无处同，那种同理心，那种推己及人的胸怀，让我们的感染受满满的亲和力，而因此我们也有了向心力。各位读了校长的坎坷的建校路程里头，他说石朝雍校长、端木凯校长是上帝拣选给我们东吴、奉献东吴的人。这一句话我认为我们也可以很贴切地用在杨校长的身上。今天上帝把他召回天国去了，我相信杨校长的历史眼光、使命感、亲和力永远会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我也相信杨校长在天国也一定秉持他生前对东吴的关怀，祝我们的东吴校运昌隆。我的简介到此，谢谢大家。我们都知道杨校长是山东人，他的嗓门特别大。以前跟杨校长讲电话的时候，我必须把听筒拿远一点，因为声音非常的大。这几年跟杨校长通电话的时候，我不但要拿得很近，我几乎听不到。每次跟他通完话，就是非常不舍。接下来让我们邀请中文系资深的老师，现在已经退休，现在是安素堂的执事许青云老师，请他来读经。圣经诗篇16篇第8至11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教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圣经读毕。杨校长在任内开放了安素堂给邻近的社区朋友们加入，不仅只有学校的人士可以参加，而今天的安素堂的师班成员
有东吴的校友、老师、安素堂以外，还有社区的友人都加入了。接下来，安素堂诗班要献诗。我印象中，上一次听到杨校长在安素堂做的追思会，是为东吴音乐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我永远记得杨校长在台上讲的话，他提到了系主任的儿子是在他生前的时候就离开了。杨校长用非常深刻、非常感动的言语表达出他知道那样子的痛，因为杨校长也经历过这样子的感觉。那一刻我永远记得杨校长落泪了，那一刻感觉得出来杨校长多么的愿意表达出他内心对别人的关怀。接下来，那我们邀请东吴大学董事长王少玉先生来为我们致辞。
杨夫人、杨府的亲友、东吴大学师生校友举办感恩追思礼拜，追悼纪念顾明玉校长、杨启先先生。启先兄原系山东，37年避难来台，后来与当时同时来台的台湾大学前校长孙正、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余仲先，被称为台湾教育界山东三杰。因为战乱的关系，耽误了启先兄的学业，但是对东吴大学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收获。43年启先兄考入东吴外文系，47年以第一名毕业，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东吴家学曾推荐启先兄赴美进修，也曾推荐启先兄到美国去做交换教授。回来以后，启先兄先后出任语言中心主任7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外文系主任4年，造成了无数的外文人才。东吴大学石朝勇校长对于启先兄是非常器重，所以对启先兄的工作成绩也非常的满意。等到端木凯先生接任东吴校长以后，对启先兄的人品、学识、工作能力大为欣赏，所以64年，端木先生就聘请启先兄为东吴大学的教务长。端木先生还一度跟我说：“哎，他以后对教务我就不要再管了。”可见他对启先兄的器重。但是64年接任教务长以后，不到一年，或者一年多一点，这个教育部蒋部长蒋彦士要向东吴借调启先兄出任驻美大使馆的文化参事。端木校长跟我讲，他说我心里是万分不情愿的。他说但是教育部准许东吴载才服校，是大陆第一个学校，比中央大学、清华、交通、政治大学都强。后来又同意东吴法学院升为大学。各位晓得，当时在台湾有很多的学院要升大学都没有准，所以鉴于如此的对东吴的爱护，端木先生说：“我们以国事为重，免于同意。”启先兄在文化参事任内表现良好，所以教育部一再留任，一直到69年。有一天呢，端木先生约我到统一饭店吃午餐，他跟我讲：“体力日衰，难以担负校长的重任。”那我跟他讲，继任人选如何？所以我们第一次决定从校友当中大家去想。过了2个礼拜，大家提出几个人选，端木先生考虑半天，他说还是以启先兄为最适当。
于是向教育部要求。那么1974年暑假的时候，启先兄回国，出任有没有出任什么职务，行政职务我不了解，回校任教。但是端木先生要建议他兼任董事会的秘书。我问端木先生，我说为什么？他说要全体董事对启先兄有所认识。所以不久，端木先生就提名启先兄为副校长，董事会一致通过，人兼教务长。哎呀，端木先生很得意啊，他说我这个以后是轻松了。那在这个时候，没有想到端木先生呢，身体实在有点有病，好像还住了臃肿。所以因此在第二年，端木先生提名启先兄为东吴大学校长，董事会一致通过。但启先兄8年之内对东吴的贡献，刚刚王卫雄教授已经报告，不过他报告的是有形的贡献。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因为启先兄对人诚恳平和，处事公正圆融，因此为东吴大学的师生营造了一个非常和谐的大环境，这是一个悟性中的非常重要的资产。希望东吴师生以后要珍惜维护。端木先生几年后不幸去世，本人接任以后第一天就跟启先兄讲，过去启先兄为了尊重端木先生，保留了他校本部跟城区部的办公室。我跟启先兄说，我说依照规定，董事会不能干预学校行政，所以董事长没有到校办公之必要，请把校本部的董事长室改为校长室，把城区部的董事长室缩小变为董事室，董事到学校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因为职务的关系，启先兄常约我在董事室会晤，我因为当时在学校担任的有课程，所以总是在课前课后跟启先兄在董事上相会。启先兄会将学校重要的人事校务大致有一个说明，每一次我都跟启先兄讲，我说董事会对校务的发展进步感觉到非常欣慰，没有第二句话。所以东吴那个时候是真正很有成熟的进步。但是到1984年有一天，启先兄约我见面，他跟我讲，他说他去臃肿体检的结果，医生认为他不能再担任校长的繁重工作。后我当时非常的惊讶，我就跟他说，我说端木先生当年交卸校长职务事前所做的一切正准备，希望启先兄也能够比照办理。第一，先要培植继任人选。再到过了1-2个星期，启先兄跟我讲，他建议提升法学院张院长为副校长。我马上提报董事会通过。我们这样子希望能够减轻启先兄的工作负荷。我也当面跟启先兄说，你
觉得需要的时候，随时请假休息，一切以健康为重。到了81年，齐先生还是恳辞校长。董事会，我想今天唐宋章董事在，大概认为我一个人挽留他力量不够，所以派了3位董事，我想有唐董事，有杨明浩董事，陆仁康董事，亲望访问齐先生，挽留，未蒙同意。所以再报告董事会的时候，我提出来，我说齐先生一生奉献东吴，没有服务过第二个机构啊。他驻美文化参事是教育部向东吴借调。我说齐先生对得起东吴，东吴也要对得起齐先生跟他的家属。而董事大家不讲，半天以后董事才通过，说校长辞职免于同意，聘请齐先生为董事，与名誉校长。齐先生交于校长职务以后，还在留任东吴大学教书，过2年才迁去洛杉矶。以后齐先生回台，我们也见面，谈谈东吴的事情。很多年前，我也到洛杉矶去亲访、探访齐先生，看到齐先生咸康力、安详、平静、优雅的退休生活，身体健康，也感觉到非常欣慰。东吴董事会不干预学校行政，但是这不是说东吴董事不关心东吴。我举2个例子，城区部第二大楼，就是朱丘大楼、商学院大楼落成的时候，在落成典礼中，我讲身在大楼中啊，心向往的是旁边那块地，就是沿贵阳街的地。因为我们不取得贵阳街的地，我们城区部是在一个巷子里面，是不成为一个大学。这块地属于国泰人寿公保险公司，所以我想唐董事出了很多力啊，他是国泰人寿第一任总经理，向蔡董事长去讲，好在因为这个地区近总统府，不能做工商用度，所以蔡董事长一口答应，照公告地价卖给东吴，分15年付款，但是要求全体董事担保，没有一个董事拒绝，大家签名。当然不到15年，我们把钱也还掉了。这里谈到综合大楼，齐先生花费了很多的心力，当时最困难的就是经费，到最后决定，所以董事会付之一役，学校付之一役，校友会付之一役。那本人跟齐先生还有唐董事啊，去看国泰人寿蔡万林董事长。蔡董事长说，综合大楼分5部分，哪一部分最贵？我们说健身房，他说我捐单健身房。再去看星光人寿吴东进董事长，都是我们学校的董事哦。吴东进董事长就捐大礼堂，吴胜文董事长捐的是哪里我不记得，但是反正他们3位捐的钱，董事会的意义已经到了，所以以后综合大楼能够顺利完成了，我们齐秦先生回校参加举行这个开幕典礼。东吴大学成校110余年，在大陆
据我的记忆，有一位名誉校长，就是建校的校长文乃士先生。东吴大学载才服校60年，也只有一位名誉校长，就是我们杨启先先生。凡是东吴人将永久怀念他。谢谢。接下来让我们邀请东吴大学的大家长潘维大校长来我们致辞。潘校长跟姚校长一样，都是东吴培养出来的子弟兵，也是子弟校长。那他是法律系毕业的，在东吴已经服务了30年了。这次的追思会，潘校长还有所有的团队，大家全力以赴，我们希望把这个追思会办得非常的圆满。现在让我们邀请潘维大校长。杨师母、王董事长、校友总会刘理事长、各位贵宾、各位校友及校内师长，本人仅代表东吴大学全体师生，感谢各位今日莅临杨顾校长的追思会，向我们最崇敬的杨校长表达最深的追思及悼念。日前获悉杨校长在美逝世，令人自为哀动的消息，全校师生校友同表哀悼。杨校长过往在校内的熟悉身影一一浮现脑海，令人无限感怀。杨校长主掌校务8年期间，在有限的资源下仍致力提升学生素质，为拓展校区空间、向外购地、重建外双溪校区的综合大楼、增建城中校区的第3、第4大楼，提供学生活动、教育推广使用，加惠了无数的青年学子。杨校长治校风格开朗圆融，每周都与学生参叙，听取学生的意见，如遇自爱难行的时候，亦明白地告知，请他们共体时间。更鼓励学生参与社团，照顾学生不遗余力，甚至亲赴社团给予鼓励以及支持。东吴过往有点名制度，目的在敦促学生规矩作息，勤勉向学。适逢解严，学生自主学习的声浪非常的高。杨校长运用耐心与同理心，与师生、家长各方沟通近年余，终于在任内废除了点名制度。处理过程中，使反对者心平谅解，赞成者也能理直气和。杨校长的身教与言教，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一代教育家的无私情怀与永存的风范。杨校长将一生精华的岁月奉献给东吴，也为东吴奠定了长远发展的基础。在这特别缅怀的时刻，我们同济于此，回忆过往美好的点滴，亦衷心盼望凝聚东吴优良的传统，将杨校长治校的伟大胸怀与使命永远的传承。美国东吴之友基金会倡议，由学校与校友总会共同成立杨启显校长教育助学金，让曾经接受过杨校长情谊的我们，能为新兴学子们尽一份心力，并让杨校长的伟大精神永远长存。谢谢。东吴大学最珍贵的资产应该就是校友，许多校友对于东吴大学的奉献，我们从点点滴滴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的前任校友理事长唐松山先生及夫人捐赠的在我们对面的松雨厅的整个设备，我们现任的理事长
刘吉仁先生更是付出非常的多。现在让我们邀请我们东吴大学校友理事长刘吉仁先生为我们致辞。杨师母及家人，王董事长、潘校长，亲爱的校友们，以及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相聚在东吴母校，为敬爱的杨启贤校长献上最深、最诚挚的告别。杨校长在美国时间10月8日圆满地告别了人生的舞台，感谢杨校长把他一生中最精华的岁月都奉献给了东吴。一路上他披荆斩棘，为许许多多的东吴学子铺设好了学习的环境，让我们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沉浸在学习之中，享受知识的洗礼。杨校长是东吴大学在台复校后第一届外文系的校友，而后又取得美国加大洛杉矶这个语言硕士，然后获得当时端木校长之邀返回东吴母校服务。杨校长退休之后虽然迁居美国，不过校长如同对待家人一般的关心，很让东吴人即使离开了校园还是不远千里会前往加州探访，甚至是为他祝寿。南加州校友会也代表校友总会不定期拜访，而杨校长对于校友会举办的活动都一直是相当的支持并且热情的响应。这份师生的情谊与缘分一牵就是数十年，没有因为距离而改变。这些温馨互动的点点滴滴就是我们日后继续思念起杨校长时候最好的回忆。回想杨校长的一生，他就好比是东吴大学校史发展的一部缩影。母校在台复校后，每每最关键的时候，都有他忘我付出，为母校奠定良好基石的这个身影。民国74年，在杨校长的高瞻远瞩之下，母校成立了校友联络室，来作为校友联系及服务的专责机构。这也就是日后社会资源处和最终成立东吴大学校友总会，来共同凝聚海内外校友对母校向心力的滥觞。校长以他自身的行事与为人告诉我们，有坚持就能够前进，有理想就要努力的实现，突破了纠巢将迎来更多的可能。我们敬爱的校长此刻已经安息主怀，无所牵挂，吉仁代表校友总会全体再一次感谢杨校长留给东吴学子们满满的关怀与无可取代的回忆。他犹如父亲的爱，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也应当追随他的脚步，尽力回馈母校，牵成更多的东吴学子校友。因此当美国这个东吴之友的基金会倡议之下，校方和我们校友总会在最快的时间里决定来举办这一次的这个成立杨启贤校长教育助学基金
那么我们以百万为目标，现在募集已经超过大半。我们希望前杨校长对于动物的爱能够透过这个奖助学金继续的蔓延下去。我在此要再次感谢杨师母石平淡女士，专程从美国返台参加，也代表校友总会谢谢每一位校友的出席。此时此刻，让我们洋溢真情的告别杨校长，愿他在天之灵安息。谢谢大家。我相信音乐绝对是一个传达到另外一个世界最好的语言。接下来我想用两首乐曲来表达对于杨庆贤校长的追思。第一首《西西里舞曲》，第二首是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们帮他谱写的《我的小宝贝》。这首曲子我一直很希望能为杨校长演奏，可惜女儿出生以后杨校长就没有回来台湾，我也没办法在现场为他演奏。今天在追思会，我用七七舞曲来怀念杨庆贤校长，用我的小宝贝，希望校长在另外一个世界能重启美好的一个新的里程。Thank you.
没有杨校长，不会有这首曲子。没有杨校长，我不会认识我的太太，也是动物音乐系毕业的谢婉玲。杨校长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多，我会把音乐带到山上，带到弱势团体，我相信都是杨校长他的作为，他的所有的让我 来学习。接下来追思，我们邀请袁鹤翔老师还有尤向清董事，他们都是杨校长的同班同学。今天我们特别要邀请袁老师来担任同学代表追思，而尤董事今天也特别抱病，有夫人还有两位公子特别一起来出席。从这里我们感觉得到他们同窗的情谊，真的是多么令我们感动。邀请袁鹤翔老师。我刚刚本来想在这里跟嫂夫人打个招呼的，她现在大概不在。哦，对，我想今天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所以我想我就我和杨校长相处的几年当中一些比较轻松的两件事情讲一下。我和杨校长是四年大学的同学，他比我大七岁，那么然后毕业服完预备军官役以后呢，两个人又回到母校做助教做了两年。那么十几年以后我回国教书的时候，又跟他再次有机会在一起相聚。我就两件事情讲。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1960年服完预备军官役以后回到东吴做助教，在外文系。那个时候除了带大一的英文每人带了一两班以外，那么另外呢，杨校长是替施校长做英文秘书的工作，那么我是替 Dr. Morrow 做研究助理的工作。但是呢，和同学之间的相处比较多一点。那么那个时候二年级有一位老师，他是在政大淡江和东吴都教课的，他教的是英国文学史的课。他用的一本书是那个时候一个英国人叫 Long 写的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所以我们通常大家称说是 Long's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那一本书大概是100多页200页不到。那么这位老师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式，他就是说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同学讲，我这一个学期只讲10个题目，每一个题目的标准答案你可以从书上第几页到第几页可以找得到。到学期中了的时候，我考试的时候从这10个题目当中挑出4个到5个，你们背的一字不差我就给你100分，落掉一个字两个字或者3个字我就按你落的字数来扣分。而他上课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Norton Anthology， 所以他上课的时候呢，他就拿了那本书然后就这样子翻，就念一句解释一句中文，念一句这样子解释一句中文。可是有的时候大概因为读书的习惯不同了，翻英文书是这样子翻，那个时候翻中文书是相反这样子翻，所以他有时候翻翻翻翻到这里突然之间他又倒过来翻了，那么当然就回头念了。同学就说，哎，老师不对，你念错了，你念回去了。
那么当然久而久之以后呢，同学就很抱怨。不过那个时候同学大家都很乖，也不大能够不敢闹事，所以只好找我们这些助教来谈，就说这个老师上课上的实在太不像样了。那么我们助教也很为难了，只好劝就说，那你们那个，可杨校长呢表示他一个很有 wit 的一个地方，他说很简单嘛，他你们下次上课的时候在那个讲台上放两个字条，一个是中文的，一个是英文的。中文英文字条读什么？请从右向左翻，不要从左向右翻，它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当然问题是否解决我们不晓得了，不过这位老师大概一年以后就没有再续聘了。那这是好像杨老师就说杨校长很幽默的，也很 witty 的 一方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差不多在14年以后，我从 Wisconsin 大学休假回到台湾来，那么应国科会的邀请在台大客座。那么说杨校长是已经在东吴做英文系的系主任了，那我们两个经常保持联络的，所以他就说他你回来教一门课吧。我说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后来发现呢，国科会那个时候有个规定，就说你应聘回来的人呢不能在外面兼职。那么后来我们说怎么办呢，我说这样子吧，我说我就回到东吴来替你义务教一门课，教一年，念完了以后就这样。所以我就教了一年，那么一年完了以后我回美国去以前呢，那个时候是端木校长做校长的时候，端木校长就请客吃饭就送行。那么当时呢请了还有两位客人，一个是这个美国新闻处的处长叫 Bob Clark， 还有一位是美国新闻处的文化不是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事，名字我忘了。这两位先生呢都娶了两位台湾的太太，那么有一位太太呢是做古董生意的。那么当然吃饭之后大家谈得很愉快，菜也很丰盛。吃完饭以后呢吃甜品了，甜品当然也是很丰盛的了。那当然大家已经吃不下了，吃不下了以后呢，那么端木校长就说他没有关系，吃不下可以带了走。因为那个时候是1974年，就是民国63年的时候，大家还没有一个我们说打包的习惯了。那么那这个两位太太当中那位做古董生意的人就说了，他说校长可不可以这样，他端木校长，他说吃了我们就不要带了，我们把装吃的东西的那个用具带一点回去。因为端木校长请了9个客人了，加上 他自己一共10个人，他这个10份的这个筷子调羹小碟子大碟子盘碗全部都是10个不同的花样，而每一套呢都是前清时代的官窑的古董。所以他就说我们不要带菜，我们就把这个碟子什么带回去算了。那个大家当然这个是很尴尬很别扭的一个场合了，那么端木校长也不晓得怎么反应。那杨校长呢就很快的就说，哎，他说我们还是照中国人的习惯吧，中国人是民以天为师了，他说我们还是带吃的不要带用的吧，就这样一句就带过。所以从这两件事情看出来他的幽默感以及他的机智他的 wit， 是的确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的。那么我想在这一个很悲哀的场合当中我提出这一点来，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杨校长的另外的一边。我的确是非常的怀念他了，因为我结婚的时候他是我的伴郎，他是我的 best man，
我们相交一起真是多年，虽然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是情感上来讲呢，就好像是兄弟一样的情感。我在这里跟大家就这样子讲几句，谢谢各位。看来最了解杨校长的应该还是同学。我今天没有完成杨校长幽默的那一面，谢谢袁老师把杨校长幽默那一面还是带来了追思会。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前东吴大学校长刘元俊校长，他也是杨校长任内的教务长，邀请刘校长。杨夫人及亲友，王董事长、潘校长，各位与会者，民国七十年，端木校长年事已高，邀杨校长回校担任副校长，许多事那时候都是由他代劳的。七十二年起，我更追随杨校长担任了四年教务长及一年的理学院代院长。杨校长为人谦和，他大我二十岁，他总待我像朋友，充分授权。他任内修改组织规程，建立各项制度，编印教师手册，设立外语学院，办理教育部刚刚开始推行的通识教育选修科目，规划新建综合大楼，办理澎湖考区，在教务处新设教学与研究发展组。后来魏恩德主任又建议筹划心理系，后来成立了心理系。他曾说他的领导哲学是 To lead is to follow， 当时我不甚懂，现在我越来越能够了解。他自74年起筹建外双溪综合大楼，过程中耗费极大心力，这幢大楼后来成为外双溪校区的中心。所遗憾的是，大楼毕竟竟一直未提前人的贡献。此外，他曾说校史上或会认为他是买地的校长，他很谦虚，他说他只是买地。的确，城中校区好几块地都是靠他交涉取得，这些成了后来城中校区得以蔚然发展的基础。这里补充讲几件或许旁人不知道的事情。杨校长对书法有造诣，他的毛笔字也写得极好，各位看到这本小册子有他的毛笔字。他曾经说他退休后也许要写字，还学书法。当年他趁市政府拓宽至善路重修望新桥的机会，交涉让市政府出钱来建校标，那个校标上面东吴大学四个字，他选的是采用的是贺其生教授的字体，他说比较娟秀。后来东吴大学这四个字就成了我们这个通用的啊校名的字体。他又央请王大宏名建筑师设计外双溪校区的拱形大门，我们现在这个大门是他任内建的。上面的校名呢，他采用孙科的字体，为什么？他说比较雄浑。他承前启后对东吴大学认识至深，曾说我们虽然穷，但腰杆子挺得直。民国88年，我在校长任内筹备举办百年校庆活动，于是特别隔海央求他写一篇文章，继续东吴过去艰苦奋斗的历程。他写的这篇《坎坷的复校路程》后来成为了东吴大学建校百年纪念文集的代序，也是大一现在一直还用的国文选的代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刻在此尽述我所知道的杨校长，请恭送一副挽联：荣膝贯中，造诣深厚，何人敬天鸿俱逸，
替文化交流献心力，承前启后，克服坎坷，构地新楼立典章，为东吴发展固根基。谢谢各位。心理系林慧英老师是杨校长的学生，也曾经担任过英文系的助教，我相信他也是最常去看杨校长的一位他的学生。接下来邀请林慧英老师为我们致辞。杨师母，家属，还有董事长、潘校长、刘吉仁理事长，各位来宾系友，还有各学校的同仁。9月8号那天，是我回台湾的前一天，我到医院去看杨校长，带了一位系友，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然后跟他讲说他是英文系的系友，校长非常高兴。他就看到，就是想到英文系的系友来看他，虽然是不认识，所以我们聊了一下，看到校长躺在床上，他形容枯槁，他越来越消瘦，我就很心疼，所以我们就跟他聊天。然后快要离开的时候呢，我就握他的手，他就跟我讲说，慧英，你下次来恐怕看不到我了。那第一次，校长第一次跟我讲这种话，每次去看他，他都说要再来看我，要再来玩哦，再来玩哦，再见再见，他每次都这样子。好，这一次居然讲这样话， 我就很真的很有一种预感，非常害怕。所以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就每天打电话给师母，每天问问杨校长的状况。没想到就是一个月以后呢，他就走了。校长教给我先生第一个中国字是缘 ，Y-U-A-N， 缘就是缘分呐。他就说呀，他很相信缘分。那他跟东吴结缘，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东吴很好的根基。那也因为东吴呢，我跟校长结缘，跟杨校长我们在一起呢，就是互动，有互动是有48年的历史，可能是我最久。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当英文系的助教，那个时候是外文系。杨校长呢，从 UCLA 回来，眼光炯炯，眼光有神，讲话声音又大，我都有点怕他。后来慢慢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非常就像刚才讲的，他很有亲和力。那我在英文系教书，然后出国就是这样进进出出东吴，杨校长也是进进出出东吴。那我们是有这个学生跟老师的关系，有这个部署跟上司的关系。那曾经杨校长，当然他对学校的贡献大家都讲过了。那他在外面推广中华文化，其实他在东吴也是推广中华文化。他把王芝教授的文化班然后扩大成为文化交流中心，那可能是我们学校最短的一个行政一个中心，6年，后来慢慢就又再缩小了。那个时候我是文化中心主任，所以跟杨校长有很多的互动，就看出他不遗余力的推广中华文化。有美国的海军官校、西联军校，还有空军官校都来。那当然还有 UCLA 的School of Management， Anderson School of Management， 还有很多学校，就是 Wisconsin 的 Olive、 St. Olive， 他们都有来。那所以那个他很就是很热烈的招待这些外国学生，然后教我们要叫他们教语文啊，教中国文化，然后对学生们非常亲切。杨校长的英文是一级棒的，他的表达能力，他的幽默感，他不仅在一般生活里面，他在就是跟外国学生聊天啊，他的那个幽默感呢，让外国学生对他的印象呢非常深刻，说你们校长真是了不起。后来就是那跟他有行政互动之间，我就注意到他的记忆力很强，他这个就是很低调，从来不会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最重要就是说他
只记得人家的长处，他从来不说人家短处，所以我从他身上呢真的学到很多。后来杨校长退休以后就到洛杉矶，那我也开始了这个台北洛杉矶两地的生活，所以跟杨校长有18年的家居互动，因为后来我们就亦师亦友一家人这样子，那常常去校长家吃师母煮的东西，然后校长也是教会我先生喝中国酒茅台高粱，就喝完了以后要这样，就那种是很好像很 enjoy 那个酒的那个样子啊。然后校长很喜欢吃巧克力，很喜欢吃甜食，我们都会买 dark chocolate 给他吃，他很喜欢吃蛋糕，所以我每次我们每一年都替他做生日，就号召那个在洛杉矶的戏友，大家都尽量的拨时间来参加，所以每年都买蛋糕。然后师母的妹妹秀兰姨的先生，他是洛杉矶很有名的 baker， 做很大的蛋糕，所以每次我们都有两三个蛋糕，校长非常开心。校长的这个就是说平常很会跟我们聊天，他跟我先生就聊美国的大事新闻啊，然后问我的话一定是问我说台湾的现况，我每次从台湾回到洛杉矶他一定问我说台湾社会状况怎么样呢，就要应对他在看那个美国的那个台湾新闻的那个另外就是他一定问东吴怎么样，东吴现在怎么样，东吴的那些人怎么样现在谁当教务长啊，到后来越来越跟他说你不认识的但是呢他还是就说很关心，这次还是就跟他讲说东吴的进展这些他就觉得很欣慰，真的是一生呢心都在东吴。然后那个他也我们也听过他拉胡琴啊唱戏啊，就有很多的分享，非常快乐。这几年还有就是每一年除夕呢，我们夫妇会跟杨校长夫妇还有秀兰姨的先生夫妇我们六个人呢一起吃年夜饭，吃了10几年，一直到2年前就没有再继续所以点点滴滴太多的回忆，私人已远，可是呢杨校长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大家的心中，活在我们东吴人的心中。杨校长非常喜欢京剧，他不但喜欢京剧，他还有一个干儿子是台湾最有名的京剧美猴王朱露豪。我想今天我们希望用京剧来献给杨校长，我们请朱露豪来说几句话。第一次见到校长的时候是民国63年，中华国剧团他当团长，当时中华国剧团里面可以说是群星聚集，非常非常多的台湾的名角，只有我只是一个刚自剧校毕业的一个小毛头小孩子。访美期间呢，我也很幸运能够被分派到和校长还有另外一个名角赵福芬小姐，我们两个人呢被分到跟校长打前站，就是要在哪一个城市演出之前呢，我们就先到那边去做宣传。各位知道剧校生非常辛苦，我非常痛恨京剧小时候，但是在美国我看到校长把京剧用英文然后介绍给国外的观众，他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丰富，我突然觉得京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因为透过杨校长的介绍。所以因为这样子在美国3个多月下来，校长就把很多京剧的历史京剧的艺术不断透过言语不断地介绍给我，甚至他还说你刚毕业没关系，戏唱不好没关系，书读不好没关系，但是我们人品品德要好，这是校长对我的要求。
而这么多年下来，在我的艺术的道路上，校长不断地给我很多耳提面命 的一些教育，甚至听我唱的实在是够难听的了，所以校长把胡琴 拿起来，哎，然后教我唱很多戏。各位刚刚也看到校长一些他的照片，他也跟顾正秋顾阿姨呢唱过大灯殿，非常非常精湛的艺术。所以校长不但是在行政在学问上做得很认真，他在他喜欢的艺术上面也做得非常认真，而且超过专业。我很荣幸在访美回来，我就被校长收为杨家的儿子。这么多年下来，非常非常感激校长和我妈妈，一直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艺术道路上做了一个灯塔给我，让我非常明确的知道我要做什么。接着这一段呢，是校长，也是我义父最喜欢唱的一段《空城计》，今天呢特别献给校长，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学生代表林伟贤学长致辞。林伟贤学长是东吴的荣誉校友，事业有成，现在是实践家事业集团的董事长。杨校长对学生的社团
非常的爱护与支持，几乎每个社团的表演，每一个社团的活动，他都一定会去参加。我记得在除夕的时候，杨校长一定要拨空陪这些侨生一起用餐，从这里就可以感觉到杨校长多么的喜欢这些学生们，而且杨校长不但爱护也支持他们，在暑假跟假期也陪着他们上山下海，然后去关怀。那杨校长都给予非常多的参与，而且活动结束的时候也给予他们非常多的鼓励。伟贤学长在学生时期非常热衷于社团的活动，到大四的时候也因为学业成绩32被退学。离校前，杨校长特别召见他，当面期许他不要放弃。而学长也在马祖当兵时，杨校长特别去信鼓励他。所以感念杨校长，今天林伟贤学长将以学生代表的身份表达对校长的怀念。那我们欢迎林伟贤学长。师母还有家属还有董事长校长还有各位师长，非常遗憾，在去年我去看校长的时候，我跟校长说，校长我带你回台湾，校长坐在轮椅上一直跟我说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我说没关系校长，我们一定可以回去的。我跟校长约了说我今年要再去看他，可是我真的没有完成这个愿望。所以看着师母在这边，我想告诉大家，我看到的师母有多么的辛苦，可是她跟校长又有多么的恩爱。校长是我们英文系的教授，可是经过中风之后，师母告诉我他那个语言学习区的部分，那个英文的部分不见了，所以他很多英文字都已经忘记了，记不得了。他每个字都要问一下师母，那个字要怎么说，要怎么讲。我一直在想，一个英语系的教授，他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专长跟能力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可是校长依然那么的开朗。校长他不仅关心学校，他更关心国家。我去年跟校长跪在他旁边聊了很久，校长还跟我说中美断交的事情。他跟我说当骑下来那个分不清是泪是雨的那个过程。校长的记忆力好到超过我们一般人的想象，我一进去背对着他，师母说伟贤来了，他就立刻叫出我的名字，很洪亮，一点都不像中风的样子。因为在学生大家面前的时候，校长永远是那么的优雅，他不会记得自己的病痛，他只会记得学生的前程。校长进来，然后我跟他说，当时我被退学的时候，你写信鼓励我，我说校长非常对不起，你当时叫我回去学校读书，我都没有回去。校长说没有关系，你现在这样很好，你现在这样很好。我从来没有听校长的嘴巴里面讲过任何一句不好的话，他真的是一个好好先生，可是却是一个坚定的好好先生。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叫大学城，在电视节目里面，当时东吴大学参加，我们要写一段话描写东吴大学，学校叫我写，我就写了一个我们东吴大学虽然穷，但是穷得很有骨气。这句话他们主持人就真的这样给我播出来，我吓得要死。回来之后校长说没错，我们就是这么有骨气。校长真的很有骨气。我在校长旁边陪他聊天的时候，校长因为晚年他有些部分是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我说校长我帮你换裤子好不好？不要不要，让师母来，让师母来。师母真的是校长身边那个最重要的守护的天使，所以我相信师母今天虽然校长回不来了，不过师母把校长所有对学校的爱都带回来了。我最后要说，当我被退学的时候，我的父母到学校里面来，然后我们该求的都求了，最后求进校长室，然后我父母一进校长室就下跪了。这是台湾传统的父母，一个两个都是，我父母亲都是小学毕业，都是工人，
然后大四上学期念完，然后被退学。当他下跪的时候，校长他几乎自己是跪下来的，把父母牵起来。校长坚守了原则，因为不能给我任何的例外。可是校长做了一个老师跟一个父母之间最好的桥梁。我当兵，他写信叫我回来读书。2000年，东吴大学百年校庆，学校叫我回来当主持人。我站在台上，校长一上来看到我很高兴，真的是你。隔天打电话给我，你一定要来看我。我就说了，那我就是个很不乖的小孩。我答应校长15年，15年之内，从2000年到2015年，我每年都到美国，每一年都到洛杉矶，可是我就是没有去看校长。一直到去年，慧英老师的安排，还有我们师长的协助，我特别从台湾飞过去见了校长，又飞北京。可是我真的知道，我至少我去做了一件我想做的事，去告诉校长这个非常不好的孩子现在的情况。然后东吴是一体的，所以我自己在外面，虽然我是东吴大学肄业，我每次都说我是东吴大学校友，不管学校要不要我，我就要定这个学校。谢谢学校给我机会，谢谢在刘校长任内让我有机会回来学校主持百年校庆，谢谢在潘校长任内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回来东吴大学教书。我应该是东吴大学最糟糕的学生，可是我承诺校长，我一定会当一个最好的老师，因为您永远是我的典范。包括师母，我们花莲正在盖一个青年活动中心，如果师母不反对，我们想把这个青年活动中心就用校长的名字来命名。因为每个不好的孩子，不曾用心读书的孩子，可能有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希望延续校长的精神，有一个活动中心，把这一面继续传承，继续发现更多像我这样子很糟糕的不好的小孩，因为校长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东吴大学，加油，加油！从每一个人的致辞，那我们充分的感受到杨校长，我们大家多么喜欢你，我们大家多么怀念你，我们大家多么感恩你。接下来由东吴大学的校友合唱团，东吴的校友总会大力的支持，他们在前一阵子才刚刚表演过，现在人数已经有到百人了。那现在有2团，其中今天我们要邀请东吴大学校友合唱团来为我们献唱《感恩的心》。我们的前代理校长马君梅教授是担任团长，现在担任总团长的陆艺林团长，他当时也是校长任内的合唱团团长。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跟杨校长有这么多的关联，那我们来感受感恩的心。
杨校长是一位很会安慰别人的人。我印象里面有一次，我带了两只螃蟹，那个时候师母在美国，是活的螃蟹，我们两个都不晓得如何把它给弄死，两个紧张兮兮的，不敢动手。最后杨校长安慰我说，其实我们也不用担心，螃蟹是冷血动物。杨校长是一个非常豁达，是一个能接纳多样性的，我们从东吴的老师，从东吴的学生就可以感受得到。杨校长唯一的女儿 Alice， 她要结婚前夕，我跟杨校长有过一个很长的谈话。杨校长其实心中很希望他的女儿是嫁给中国人，可是他看到女儿喜欢上的外国人，不是对女婿有任何的意见。他告诉我说，与其反对，与其看到女儿不高兴，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的祝福女儿，让她去完成她的婚礼。从这里我真的感受到，这就是杨奇宪校长。今天杨师母还有女儿特别从美国回来台湾参加追思会，我们接下来用掌声来欢迎杨师母还有 Alice。Thank you, Donghu Dashie, for holding this service in the honor of my father, and making every detail so special. I know there was so much time and effort for everyone involved in planning this lovely service. And I especially love the big picture in the front with my dad and the students.Because it reflects the essence of him, and I always remember him that way. Thank you, everyone, for coming today. My mom and I truly appreciate the many expressions of love and kindness, your generosity and support during this time. We know you care so much.And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your friendship. And also a big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back to this beautiful campus and providing such wonderful accommodations. Your hospitality is unsurpassed and greatly appreciated. They say our time here on earth,is fleeting. And however God intends for us to connect during this short life here, I'm ever so grateful to have known this brilliant and amazing man and call him my father. And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is most kind and gracious man.Who was larger than life, with his big smile and his even bigger laugh that would light up any room. I will always value the lessons he taught me and cherish my time with him, and he will always live in my heart. And thank you, everyone, again for.Being here is so comforting to see so many loving faces. 我跟妈妈非常感动，谢谢大家。
我觉得心中总是一个非常高兴一件事情，因为我相信在场的所有人对杨校长的爱，对他的追思，我们也希望让家属感觉到杨校长在大家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接下来我们邀请卫理公会的陈建忠会督来做主持。我们起立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天父，我们在你面前要将我们所敬爱的杨启贤校长恭敬仰望在恩主手中。主啊，你已经接纳他的灵魂，他在主你的乐园里与主你同在。我们更求你也把那安慰的灵领到杨师母家人朋友同事弟兄姊妹身上。好了，我们知道主你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靠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活着信靠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我们所敬爱的师母家人，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今天的追思会要接近尾声了，我今天没有把杨校长的他习惯大家对他的那种幽默带到追思会来，今天我没有把时间控制好，追思会多了半个小时。我想这种种都表现出来我们每一个人对杨校长的爱，对他的不舍。杨校长是动物大学复校以后的第一届的毕业生，从刚刚的每一个演说照片，我们都感受到他一生真的奉献给动物，他对动物的一草一木用尽他的心情，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虽然校长现在在天国安息，他对于动物大学曾经的所有的奉献，我们都希望如同大自然般的凋零的落叶跟花瓣一样融入到土壤里面。我相信这也是给动物大学持续进步跟迈进未来最雄厚的养分。今天最后，我们知道杨校长是节省的，我们知道杨校长是环保的，我们今天收集了动物的落叶花瓣，我们希望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借用动物的落叶花瓣最后来表示对杨校长的感恩怀念。我们依序的会从这边进来，最后也希望大家带一块动物饼带回去，记得今天的追思会，请大家记得动物大学，记得杨校长最心系的动物大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的来对于杨其健校长个别的表示追思。我们请来宾依序的来。我想东吴的落叶，东吴的花瓣，比任何的美丽的花朵来得更有意义。请大家依序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的莅临。